我们传递一种情，是吧？就是过年中国人对家庭、对亲情的那样一种爱。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是极其重要的，因为就是你的真诚自然，才能够真正的交上朋友。今天我们拍摄这么顺利，他们吃了饭，中午饭都没吃，吃完晚饭补个妆就过来，那么的配合，我就觉得真的是我想象之外的。